又一部充满的时尚青春气质的偶像剧《踮起脚尖遇到爱》即将开机。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三位主创做客我们的新浪聊天室，各位先给我们的新浪网友们简单打一个招呼。嗨，大家好，我是培培，很高兴可以在这里面和大家见面。新浪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杨绿王。大家好，我是孙哲生。哇，这个人怎么中文说这么好？这个人现场是现学的吗？现学的吗？啊，那应该还是之前我们在恋爱金榜跟徐志胜合作的时候，对。优点重点，优点重点啊，钱不贵钱，还有这个三级人数。因为昨天我们看海报的时候，它有一个古装的扮相，我要穿的那个黄袍太乙扮相，然后就跟大家开玩笑，就说全部贵相黄。那姚姐在微博上说，大家非常希望接现代戏，然后就接了这部戏。这部戏是什么吸引到你们的？他也是一个对自己的梦想非常执着，然后特别爱发呆，老是跑到自己的那个梦想世界里面。这点就跟我比较像。对。他的在剧中的身份是一个，他是一个经纪人。哦。对，是培培的。也是他的好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就是其实是一部就是跟娱乐圈算是贴的非常近的这样的一部戏。对对对，他就是在爱情、梦想，然后与我们现实的这些存在的这个距离，然后让我们怎么样去勇敢的去创造梦想，然后去达到自己想要的。就我们经常看到培培可能在 T 台或时尚杂志上哈，这次算是试荧幕首次出现吗？不是，是第三次。哦，就这次的角色戏份会比较重。是，因为这次的我觉得这个我在里面扮演的这个人物是比较不同，然后也是本色出演，所以跟我其实平时生活中的性格还不太一样。里面呢，我就是一个大大咧咧，然后很富有正义感。然后就是见到他们受点委屈什么的，然后我就很打包的那种。对，跟我觉得是很好玩。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吸引我的，就是很多时尚元素，因为这部戏本来就是时尚，所以就是接触还有碰到了很多关于走秀啊，然后开时尚杂志，就是很多后台的一些东西，都就觉得还蛮有意思。听说是之前有拍过《恋爱兵法》哈，在内地，然后这次怎么事隔很多年以后，然后又来内地来拍这样一部戏呢？우리뭐사오년만에한일이었는데중간에이제뭐군대도갔다왔고뭐여러가지진짜오랜만에중국을와서참좋네요좋고이번에도아름다운여성분들과함께해서영광입니다青根生哈，然后跟外国人演戏可能要有很多的这种说服辩也好，或者要有很多技巧，就自己有没有去弄一些小的这种技巧？基本上已经咨询的差不多了，就是首先是要很熟悉两个人的思路，对，然后肯定也要对戏，虽然听不懂吧，但是你至少要看人家哪句话是配合的哪一句，然后表情，然后他当时会做些什么。你要先熟悉他，然后到时候演的时候就口上来，就你的反应就比较准确。因为不光要说自己的话，还要看对方的东西，他要做出反应。所以必须两个人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可能需要付出很多
会做更多的努力吧。对，但我觉得不是问题，因为我觉得咱们这些演员都很聪明，很好。就是两位昨天是第一次见吗？昨天是第一次。有没有互相送一些礼物来套套近乎啊，拉近点距离什么的？没有。我要跟他说是姚笛在内地也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演员哈，然后跟他合作，然后今天去你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感受？일단 뭐 요즘 굉장히 특별을 그러는데 그치? 저희가 이제 질문을 많이 받았어요. 이게 중국말이고 한국말이고 괜찮아요. 그래서 저희 둘 같이 붙는 시기 많으니까 영어로 하려고 합니다. 영어로 하겠습니다. 팔짱으로 그러고 있어가지고 걸어 가는 거 보니까 很多就是同个方面每层次的粉丝，就是接演这样一部戏，是不是自己心中？
Jeong Hoon 的那个，就感觉非常的轻松。其实也不会，因为其实他只是，因为这是个偶像剧嘛，所以他只是把我们的生活中的很多东西稍微的扩大了一点，对，然后让大家就导演昨天跟我沟通说，这是一个很卡通的这么一个人物，对对对，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特点可能稍微的扩大一点，让人物更鲜明，可能不像我们演生活剧那样，就是要很水，然后就是很琐碎那样的，就是越生活越好。但是那个的话，就你可能稍微的要扩大一点，在我们。是这部戏在 3D 拍摄也是自己非常期待的一个事情。我终于进城了，因为我这一年一直在那个什么各种影视城游窜，所以这次一听说那个在青岛、上海还有澳门，我就美化了，我终于进城了。对，我觉得将来戏拍出来一定是有这么多时尚达人在，一定是一个非常青春靓丽。也非常有好看然后感人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剧。对对对，因为它虽然说轻松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它其实并不缺乏说比如说很多的含义，然后想要告诉大家传递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它并不是像我想象的说偶像剧真的是这些，并不是，因为首先爱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希望我们这部戏将来开机顺利，然后能够早日跟观众见面，好不好？谢谢三位，谢谢大家。